麻煩你在那邊走可不可以？麻煩你。我相信點蠟燭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樣嘢，即係當然啦，因為我場地的所限，我想我應該點不到真正的蠟燭啦。如果你真的可以點真正的蠟燭嘅，那個感覺是很不同，即係嗰個熱度有煙，你會聞到有嘢燃燒。